它其实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彝族舞曲。那这个彝族舞曲呢，它是琵琶曲改编的。等一下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个很熟悉的旋律哦。我们呢，在我弹奏之后会有一个有奖征答，问问看大家知不知道跟哪一首早期的经典流行歌曲旋律撞到一起了。好，现在就要借用一下大家的掌声，谢谢。我们要来欣赏纯粹古筝的演奏《边疆舞曲》。直接发，就直接发。我们原本是礼拜十二号的交易。嗯。快挂，那我就去。你说他快挂，我挂。然后给他，我第一套，第一套啊，我没拍。